冷囊七十二，冷囊七十二，阿摩七七十一，七十一哈，嗯，讲福建话也可以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听得懂哈。七十二岁是七十几哈 ，OK， 七十二岁哈 ，OK。然后呢，你之前是有患上了癌症对吗？对。几年呢？五年了，开刀了，已经开刀了。OK， 在这个整个五年的过程里面呢，你有没有怎么样的照顾你的身体呢？没有啊，就是照日三的，准照怎样吃怎样做就 OK 了了。照就好。自从癌症后期好了，没有了。OK。癌症全部后期，他讲 OK 了，有检验他讲没有了。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课题要比较深入的，我因为可能比较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我没有生病嘛，不用照顾身体嘛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在你不小心的发现自己患上癌症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刺激？本来以为想过什么事情，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，对吗？有很多人讲不会啦，别人啦，不是我啦，不关我的事，对不对？当发生的时候，可是你接受它啦。OK， 然后就五年。OK， 过了这五年之后，你有没有继续的这样照顾身体呢？你觉得在五年之前跟五年后，你有没有什么改变？啊，你吃什么东西？我吃啊，我天天吃糙米哦。糙米啊 ，brown rice 啊。糙米煮番薯。番薯，番薯啊，配番茄饭，有时还那个南瓜煮糙米，天天吃。没有吃苞米，多年，五年，哇，五年吃掉三菜日三饺，为什么你的身体这样好？是早上晚上跟午餐。因为我跟我孩子离开，我不要跟孙吃，不要跟孩子吃，我自己一个人吃，吃我自己，吃自己的，自己煮的自己煮自己吃。他们掌声鼓励嘛，鼓励哈，五年呢，OK。因为他们年轻人啊，要吃鸡呀、肉啊什么的鱼呀、我老人家不吃，就是菜，一天吃一粒苹果，吃两粒苹果，天天吃没有停的，苹果天天吃，菜有时不一定吃生菜，没有吃煮的菜，吃生的，没有吃煮的菜，我跟我一起住的马来西亚。弟，你为什么天天吃青菜呢？不好吃的，我跟我好吃，你不好吃，我好吃，天天吃，是为了健康吗？所以这样吃。对，你吃青菜你要看，你好像有的青菜哈，你没有煮哈，不好吃的，你滚水烫一下就拿起来吃，很好吃。OK， 然后呢，就是通过我们的Helen 华领袖跟你讲了华茂的产品，对吗？我生菜哈，这个朋友哈很好，为什么呢？我之前在哪边，在哪里啊？检查的时候49啊，生菜56。OK 啊，来了，我来跟他简短介绍哈。他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哦，我跟他检查了，那时候是49千，那时候他没有接触我们的产品，完全没有。他就是刚才要讲的那种饮食习惯都改过来哦，吃糙米，吃菜，吃水果，是不是很好？抗氧化指数很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就是维持了生命五年过去哦，没有突变他的癌细胞。但是呢，当遇到我之后呢，也就那么巧，因为他告诉我我要去开刀，我说开什么刀？他说我的眼睛不好，他眼睛就是老人病哦，而且眼睛开始好像痛啊，而且大概是蒙了看不到，所以 doctor 就要开刀。那就在上个月28号他去开刀。那么他开刀之前呢，他说要开刀眼睛，我说他很好喝我们的 GT 嘛，对不对？49千检验的人49千，你们有没有信心叫他喝 GT？大家就觉得说哇这么好了，好像他应该很好，不用喝哦。不是，因为呢我就跟他聊天的话，觉得他要去开刀，明白吗？那开刀的话应该喝鸡腿嘛，因为我们的伤口可以愈合快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开始买鸡腿，第一次是买一瓶喝了回去呢，他又回来了，他就回来我又再要买了，又再要订货了，结果呢喝了第二瓶是吗，就去开刀啊，三瓶了是吗，三瓶28号开刀，9号去复诊，
去复诊的时候呢，doctor 很奇怪，医生问我你吃什么东西，为什么人家的眼睛没有怎样快，你的眼睛很快就复原了。哇，你给他抢着来讲了，给他掌声快点。这个就是他讲心里的话，大家明白，他的复原的快，而且呢感觉身体怎么样。哎，他的水哈，我天天哈，我们吃汤的汤匙啦，我没有喝水哈，三汤匙呼呼淋下去，不用海水就这样喝下去，听得懂吗？三个大汤匙的 G3 就这样喝下去，不用海水，就是没有调水哦，就是喝浓浓的就喝下去，每天这样喝。刚才检查的指数已经是五十多千了哈。哎，真的嘞，我第一天开刀28号哈，回家哈打个怕，大明哥在，哎，你为什么你跌倒都这样？第二天哈一出门去咖啡店，他问我为什么你的一个面肿都这样，为什么凹起都这样？不懂是不是喝了这个水哦？他还近三天四天的慢慢没有了，我不懂嘞，就是喝这个水哦就。很快复原那个哦，一点面哦，哦，怕强了了，都出门都怕，不敢出门。OK， 所以你明白吧？就开刀过后，他的淤青全部累积，淤血累积在那里。但是因为我们的 GT 钙化指数是很高，钙化指数很高，就促进新陈代谢非常快，所以他淤青很快就消失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他的绝招，给他一个掌声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谢谢。